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，给我一声问候。一爷爷说别发了孩子，没有人会给农村人点赞的，叫我放弃，我就是不想放弃，累了一天了，再拍一个试试看，你们愿意给一个赞吗？谢谢大家。你们好，可能你刷到我这个视频不会停留很长时间，也不会点赞，可能以后刷不到我。我先祝你往后余生身体健康，陌生人。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个支持吗？哪怕假装支持也可以，让我知道一下，谢谢。你们好，可能你刷到我这个视频不会停留很长时间，也不会点赞，可能以后。如果你不小心点开了这条视频，并且给我留下了一个赞，我必须祝福你天天开心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能不能用你们的金手银手发财的小手点个关注？如果你不小心点开了这条视频，并且给我留下了一个赞，我必须祝福你天天开心。你在万达买一堆东西，王健林不会记得你。你在腾讯充一堆点券，马化腾也不会记得你。你在淘宝大肆购物，马云更不会记得你。但是如果你给我这个视频点赞，并且关注我，我会把你的作品从头赞到尾。如果你不小心点开了这条视频，并且给我留下了一个赞，我必须祝福你天天开心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能不能用你们的金手银手发财的小手点个关注？如果你不想。如果你不小心点开了这条视频，并且给我留下了一个赞，我必须祝福你天天开心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能不能用你们的金手银手发财的小手点个关注？有些人看完我的视频不会点赞就离开了，而有些人看完我的视频直接给我一个赞，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，随手一个赞是对年轻人的支持。